一会儿是这样，我们有一个守护甜心的活动。守护甜心啊。啊，你要默默的守护一个同学啊，不能让他发现啊，因为一会儿要依次猜谁是自己的守护甜心。如果他猜到是你，他获得徽章；如果他猜不到是你，是谁获得徽章呢？我呀。去吧。就这个事儿吧。就这个事儿。好的。你是？啊，我是啥？什么任务啊？那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我的守护甜心？哎呦，这真冷透。你是不是我的守护甜心？你得帮我呀。啊？帮我呀！你知道吗？你迷糊他吗？我其实有个想法，要不咱们仨结个盟？你说句话啊！嗯。我们魏大勋不能跟他爸以外的任何人说话是怎么的？你怎么也神神秘秘的呀？我现在我们依次说一说，你觉得谁是你的守护天使？他为你又做了什么呢？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懵。没有任何人为我做任何事。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大幌子，他做了一个非常刻意的事儿，让你觉得好像是这是他的任务。对，但是他就是混淆视听，因为他非常聪明。